Hi guys, today I have another pronunciation video for you, and we are going to work on this word, between. I know this is a very simple word, but I've heard so many people say between. Clearly, this is not the right pronunciation. And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ips on how to pronounce this word correctly, please stay tuned and let's begin.这个单词跟我特别有渊源，特别有印象，就是以前我们在上初中的时候，就比方说同学之间拌嘴吵架，然后一个人让对方闭嘴，我们不说闭嘴，我们说 between， 你会把那个臀部闭住。所以呢，就是这个单词 between， 然后就成了当时我们的流行词儿，每次吵架的时候就会说 between。所以呢，我对这个单词的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大家去学好这个发音呢，我做了很多的调查，我发现就是我查了这个英式词典和美式词典的发音。那么英式词典呢，这个单词后面的元音是长音的 e， 而美式词典呢，有一些会标注是短音的 e。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发现所有的这些词典的真人原声发音的这个音都是长音的 e。我们来听一下。Between. 你要想把这个单词不念成 between， 我们要先从这个长音的 e 来入手。那么在从这个长音 e 入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专注在这个错误音上。其实你知道你在去体会到错误音的时候，才能更好的帮助你去来接近这个正确音。好，我们来念一下这个错误音啊，就是 between， 汉语当中那个特温那个音。其实你在念这个音的时候，感觉到就是我认为啊，这个气体是在口腔中部这个地方震动的，就是它的震动部位是错的。第二点我们来说一下，你看 between， 你看到没有，轻松加愉快，记着吗？汉语很多时候就是非常简单轻松说出来，但是有些时候英语是有一些口型变化和口型的问题的。那么刚才我说了，你要想发好，先从这个长音的 e 来入手。如果你还不知道长音 e 到底应该怎么去发好的话，请看这一期视频。那么今天我快速来说一下。那么为了发好这个音呢，你的这个嘴角要外伸，就往外咧一下，要这样子，像在微笑一样。然后呢，牙齿稍微闭合一点，然后这个时候呢，发出这个音就是长音的 e。好，我们再发一遍，发的过程当中体会这个气体振动在哪里。我说过了，气体振动部位很重要。e， 你体会到了吗？它的这个振动部位是在口腔前部，牙齿的后面，所以呢，它跟我们那个 吞，它那个振动部位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发好这个单词，诀窍就是发好第二个音节。那么要想发好第二个音节，首先就是不能偷懒，不能这样子嘴不动，不行，因为长音的 e 要把嘴角稍微外伸，然后呢这个时候发出这个音就是 e。 好，我们再把这个前鼻音加上 in， 看到没有，我的嘴角一直是在保持的。好，我们再把前面这个辅音组合加进去，那么就是 twin。 好了，那么我们再把第一个音节加过去，我们试一下，重音在第二个音节。好，试一下 between。 好，那么下面呢，我把正确的和错误的念一下对比，请注意看我的口型是不是我们在念错误音的时候，还是那句话，第一偷懒，第二是这个发音的气体振动部位是错的。好，正确音 between。 好，错误音 between。 你看到这个区别了吗？这里我要说一下，就是 between 这个单词，它有这个所谓的重读式，就是念得比较清楚，但是我听过很多 native speakers， 他们在念快的时候有一个所谓的弱读的这种感觉，就是念得比较接近于那个短音的 e。 但是请一定要记住，就是为了不把它念成 between， 你的嘴角稍微咧一下。 Alright，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搜集的就是美音念这个单词还有英音念这个单词的一些例子，请大家仔细看。Obviously, we have an enormous amount of trade that already takes place.
We have a lot of investment between British compan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S. compan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at's not going to stop. And he distinguishes between collectivism, a phrase to which you allude in the sense that we need a collective energy, a contingent motivating us. It was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wo women. But what is this heavenly bubble, this bridge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floating between? On the first point that you raised, Jason, I mean, we've had discussion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tra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Okay,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today's video. I hope you found it useful, and I'll see you in my next one. Bye, love you.